再次带来快闪直播，但出镜的不止 V， 还有救国与 J-Hope。在深夜突然开启的直播让粉丝惊喜不已。V 在充满投影装饰灯的昏暗房间内直播，熟悉 BTS 的粉丝都知道，这是直播专业户救国的房间。光是 V 在救国的房间开直播，就已经让阿米兴奋不已了。V 还给粉丝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，那就是即将入伍的成员 J-Hope 剪短了头发，戴着眼镜加入直播，让粉丝们瞬间刷爆留言，纷纷表示短发的 J-Hope 也太帅了吧。不过一想到之后入伍要完全剃成平头，又很舍不得。而救国也提着形状奇特的篮子包加入直播逗乐粉丝，最后因为来接 V 和 J-Hope 的计程车抵达，结束了短暂但让粉丝难忘的直播。